哎呀呀，怎么有种 Kimochi 的感觉呢？刚几场 PVP 都赢了，嘿嘿，玩家身上的钱都被他榨光了，解说。好啦，那我们再就是打奶妈，来孝敬奶妈，鞋子回响啦，走吧。哎，这电梯哎，雷耶，让我顺畅的放下去，你是怎样？找茬？找茬是否？啊，sorry。完啦，GG，不能这样子对我啊！电梯都欺负人呢、啊，雷雷的，有够雷！我刚才就是总想着打完会死的念头，所以才会有这种蠢法。我必须拿着加农炮去孝敬奶妈，只是加了点手脚，水银子弹外加骨灰粉。好准的。Boss 战就是让人情绪高昂啊！好吧，直捣黄龙这次不会再用这个鬼电梯了，要不然会变成跟他们一样带着鸟笼变鸟一样啊！这次 Boss 是奶妈是吧？让我看看奶妈长什么样子啊！奶妈，来找你啦！让我讨个宝物吧！这是奶妈吗？我哪只眼看都不像啊，没脸呢、欸！这哪门子的奶妈？这他妈的有病啊！哇塞，奶妈快打迷啊！真龙拳呢、欸？喔喔喔喔！哇塞，他几只手啊？有点夸张啊！这奶妈，我还没看过这一种呢。哦，超痛的！什么鬼？我看到一堆地上的墓碑，就感觉有点怕怕的。又来了，升龙！别带升龙拳了啊！哦呦，小翅膀要飞了！哎，这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突然变黑，想吓我？我不怕黑呀、啊！那你刀子会发光啊？你这样隐藏是有什么意义呀、啊？虽然还是打得到我。呜、哦！刺激刺激！呜、哦！这次用飞的，没有人搞这一套的、啊。升龙拳呢、啊？呜、哦！他贴过来瞬间往后跳，这样，哦呦，鲁夫，哎呦，鲁夫，手绘生长啊，哎呦，就是他贴过来瞬间往后跳一下，这样比较好躲了。哎，差点被吓尿，而且他那躲的时机真的是，一定要那个时机躲，这样心脏病会不太好啊。啊，哇塞，来回啊，你几次啊？三次。别逼我啊！哦，你也不错嘛，交叉被砍中了，又升龙拳，你雷雷的，有雷味，你好，我大概知道你的 pattern，别再 pattern 了，好了，认真打王，不再闹，啊！哎、欸，交叉我躲过了，呵，你没有绝招了。哎、欸，刚刚好，又暴走了。奶妈很爱搞这一套啊，我从不知啊。只说婴儿身，原来是从这个地方发出来的。奶妈这么帅，又在挥他的大刀。我不想跟你玩了，我要远距离孝敬你了。敌方孝敬，哎，按错键，按错键，哎呀，有效有效，没该，没该，来吧，孝敬，哎，好痒哦，这一次怎么那么痒啊？好像有时候要命中要害才会痛啊，真是的，浪费水银子弹。喂喂喂，我还在弄东西，你就突然打过来，不能这一套啊！啊啊，没子弹。不能这样子啦！
一定要那个数量我才能发射。这种冲动你能抑制吗？我不信，我用小法的。来一福灵上，来一福灵上，耶、yeah ！哎呦，发飙了，发飙了！一福灵，加油加油，推倒他，上上，耶、yeah ！嘿，无耻枪流，哎呦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，感谢你的鞋子回响，嘿嘿。是 baby 在哪？有 baby 声，有点毛哎，这 baby 声，该不会等一下又跑出另一只 boss， 像是小小婴儿的那种鬼娃？哇，我是鬼娃恰吉，哎，为什么是以杀死梦魇，不是猎物吗？这只 boss 不太一样。好了 ，safe。Yeah。哎呀，终于可以开始打金杯了。有够棒的消息，对吧？我回来的时候发现，我的房子被烧成这样。虽然看起来很帅啊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他妈哪个神经病把我房子烧成这样。今天有够热，还把它烧成这样，让我看得更热。这叫有个过分。我查了榜上的消息，发现这游戏有三种结局。非常三种，好，也就是说你要过一周目才可以看到一个结局，所以要顺顺连续过三周目才可以看到三种结局，前提是你没有意外，没有拿到三个期待。好了，意外一发生，人偶小姐就会对你说：“哎，好笨笨哦 ，Good Hunter， 你又要重新跑一遍了。”哦，我真的会头晕的。真的会血，真的会尿，不知道要尿多久。The night is near its end. Now, I will show you mercy. You will die, forget the dream, and awake under the morning sun. 哦，房子这样看起来还蛮帅的耶。所以呢，我没有这么硬，所以呢，我用保存存档的方式。Farewell.来重打三个结局，然后呢，就开始打金杯了。哇、wow, ，这么帅，这到底是谁啊？太帅了吧！这个蝙蝠帽的，我太帅了！哎呀，又在吹又在牛了。啊，你不是缴费了吗？等等，先生，你这是？别先声夺人呢、啊！你他妈的有病啊！我刚刚还没看到字幕就砍我哎、欸！我完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砍我，我就死了。哎，我刚不是？难道我是做噩梦吗？要这样才可以从噩梦中醒来，也太鬼扯了！为什么要这种醒来方式啊？其实还蛮不错的这结局，有点不错错。哇哦，不会吧？为什么场景还是一样？只是变成真实版的，哎呀，不要闹啊！怎么有种得到救赎的感觉呢？呵呵，这什么？谁的墓碑？不会是我的吧 ？Good Hunter， 感觉他会这样说。还是一样，人偶小姐正正的。Farewell, good hunter. May you find your worth in the waking world.